管不住，根本管不住新加坡大头再次余光站岗。混双比赛休息时，大头趁着喝水一直偷瞄看莎莎的状态，他真的把莎莎放在了第一位，哪怕被刘国梁叫过去讲话，他也要抽空看一眼莎莎比赛的情况。他们把谈话的地方放在了莎莎比赛的场馆内，可见教练组也是懂大头的，要不然在训练区恐怕大头根本听不进去谈话。而今天俩人在训练馆内训练时，大头也不放心地盯莎莎，因为莎莎在训练时，小日子的教练也就是张本的爸妈在看莎莎训练。虽然我们不怕被研究，但还是要小心一点的。而且莎头俩人混双搭档久了，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默契。你们看大头打球，打到自己的手疼得脸都变了，后边的莎莎连带的也疼得小脸皱巴巴。哎呦我去，哎呀这可疼了啊。之前就有过采访说，莎莎大头俩人彼此都很心疼对方，莎莎也会主动给他投个捡球，大头你这抿住嘴想笑就笑呗，别忍着啊，我真是太爱他俩的体型差了。原来侧边还有个莎莎，这要是做男友也太有保护欲了。